首先佢起身，嗱，尋日咁啊，國際馬密咁啊嘅公開操練，我喺現場嘅，咁啊，我亦都有買飛入場啦，咁啊坐即係咁啊780蚊蚊飛，咁啊就喺即係南看台嗰邊，咁啊尋日嘅即係睇波情況同大家都即係講過啦，啊入邊就唔重複，發生咗小插曲就唔重複啦。咁啊，另外今日啦，咁啊終於最尾啊，咁啊譬如曾經佢真係啊，有網友就話咁啊佢公司啊，咁啊即係之前咁啊。定係佢上司定點啦？咁啊話即係俾咗兩張飛佢，因為佢話要旅行咁啊，即係都可以話咁啊，就即係俾我哇咁我話咁我俾翻錢你咯。佢話唔得啊唔使收錢嘅，我都咁啊即係唔使錢啊。咁啊我最尾就話啊咁啊，我就再介紹佢咁啊，將嗰兩張飛俾其他人，因為我唔想即係佢免費要咁啊。但好彩咁啊，最尾咧我又買到飛喎，因為之前買唔到啊嘛。哇咁啊，黃牛飛我又唔會買嘅。咁啊，係後屘即係見到啦，咦？咁喺阿 Jam 鄧紫棋個 post 話喺25號突然間啊，即係話會再有飛賣喎，佢又會去做呢個嘉賓喎，咦？真係繼續有飛賣喎，咁啊啲老友記譬如費高啊都通知我，咁啊結果啊咁啊都買到飛啊，咁啊即係2900咁啊退80蚊，咁你問我咁啊佢貴唔貴咧嚇？咁啊的而且確唔平嘅，啊的而且確真係唔平。咁啊，講開佢美斯啦，咁啊，譬如呢件衫國際馬密啊，咁啊嘅波衫後邊跟住美斯，咁啊都係即係專登啊，係即係為咗咁啊呢場波而買嘅。咁啊，仲有啦，咁啊都見到尋日見到一件國際馬密係印住9號蘇亞雷斯，另外一件就印住咗只艾巴，然後全部見到嗰啲都係印10號佢美斯。咁啊，甚至有啲著阿根廷波衫啦、巴塞波衫啦，好似啊，我自己個人啦，咁啊，譬如阿根廷嘅，咁啊呢個就尋日再去睇波，咁啊要洗噶啦，咁啊，不過我喺洗衣籃抄翻出嚟啊，咁啊阿根廷啦，咁啊即係咁啊即係啱啱過咗一年幾前嘅世界盃啦，咁啊阿根廷作客嘅波衫啦，咁啊都係印美斯啦，咁你知啊，我都幾中意美斯嘅，咁當然斯朗美斯我都中意啊。咁啊呢個就之前啦，咁啊。美斯踢巴黎聖日門，咁啊當時咁啊喺巴黎聖日門啦，佢就30號嘅。咁啊呢個再舊啲啦，咁啊第一件我係印即係有美斯名嘅波衫，就佢之前喺巴塞啊。咁啊呢件我覺得咁啊國徽閃靈靈唔錯啊。咁啊10號波衫，嗱我先講咁啊，即係我唔會咁啊，即係覺得啊咁啊今日都要即係回水啊，好失望啊，失望佢有啲，不過我諒解嘅。因為我真係如果初我都即係覺得美斯都未必會出場，因為上一次喺沙特阿拉伯咁啊對阿納斯，等大家哎呀有啲哎呀美斯同大家講係話，又話陳某波啊，有國際馬密嘅另外嘅代表，好斯文噶啦。咁啊好啦，咁啊播下啲片啦，咁啊嗌回水啊嘛。嗌過幾次噶啦，但都當然啦，即係有啲甚至嚇嚇咁啊，都有幾次啦，同埋即係 refund 啦。但係 refund 嗰兩次咧嚇，就上半場一次嗌 refund 嘅，下半場嗌嗰次 refund 咧，亦都唔算太多人係即係咁啊去嗌 refund， 反而回水王即係廣東話啲人講啦，推情咁啊都有，不過唔算好多咁啊。至於嚇咧咁啊，除咗頭先咁啊。網友問會唔會在其他情況向其他人你看讀媒的報道都有，是有些鏡頭即影下在場有些什麼名人嘛，譬如在場捕捉到鄭丹瑞啦，捕捉到蔡一傑啦嚇，咁啊嘅時候咁啊，譬如梁朝偉，哇梁朝偉有全場咧啲歡呼有不少，但亦都不算很多啊，只可以咁樣講啊。咁啊亦都好多球迷啊，咁一路都嗌住美斯嘅名，希望美斯會落場啦嚇。啊咁啊，即係咁啊，就係幾次啦，咁啊嗌咩事啊，唔係發生咩事，係美斯啊，咁啊呢啲我影嘅相啦，咁啊我都幾早咁啊兩點幾就入到場噶啦，啊，主辦單位會否被警方以商業詐騙起訴嗱？我陣間會講，你睇政府聲明咧係有個。山都有，不過我就冇睇到阿 Jam 啦。咁即係阿 Jam 好似係佢安排喺咁啊球賽之後咁啊先叫阿 Jam 佢唱歌啊。咁我覺得喂，其實踢完波咧好多球迷都走噶啦。咁啊尤其啲 CCTV 喎，3000蚊睇場垃圾波啊！咁啊呢個廣州球迷
啊，同埋一啲啊，伊達人當我哋啊香港人傻仔啊，匯水商業詐騙，跟住又經過好離譜啊！因為有人成日話咁啊，留港撚咁啊，不嬲好騙咁啊，咁啊又唔好咁樣講咁啊，最少即係咁啊，喂，好多人留低都有個原因嘅嚇，係咪啊？咁啊，即係好似我哋啊，好啦咁啊，甚至你住酒店嘅錢咁啊，佢哋問我啦嚇咁啊，即係如果真係咁啊，東京嗰場表演賽係可以如純舉人，佢冇取消嘅，舉中指啊咁啊。望佢之情，喂咁我都現場噶嘛。如果你話係即係咁啊，俾人呃咗咧，我都係受害者之一啦，苦主之一啦。如果嚴格佢嚟講，雖然我絕對佢體諒，只不過主辦單位同埋隊喺亞洲杯得兩分失望啲，咁啊定係啊？佢話啦，買咗之後咁啊，佢認籌啦，係咪啊？咁啊，我都絕對明白嘅。好啦，呢、這個廣州佢球迷啊，廣州佢球迷，咁啊唔少媒體都即係捕捉到佢啊。佢話啦。買咗超過3000蚊嘅飛，咁啊應該即係2985，再加埋呢個咁啊手續費就超過3000蚊嘅。唉，搭車來回啊都成1000蚊啦，哇！廣州搭車來回香港要成1000蚊，未二三年到依家，今年咁啊就美斯冇落場全場觀戰，咁啊周小朋友好失望啦，以後唔會再入場睇波，啊咪咁又唔使嗱。第一，你可以唔睇呢啲國際表演賽，啊都希望你睇翻本地波啦。我再掃多次啊，咁我就唔係淨係睇啲國際波啦，呢、這個就係我。由上年2003年到2023年到依家2024年佢年頭啊，因為喺香港買個飛睇波嘅賽事啊，咁啊呢啲啊，咁啊即係個個禮拜都一定唔睇唔安樂嘅嚇，甚至放假嗰日只要自己咁啊嗰日咁啊即係咁啊晏晝唔使踢波啊，或者冇其他嘢要做啦嚇，咁啊即係都會入場睇嘅，咁啊本地波我最中意睇添，咁啊今日其實我幾欣喜嘅。今日呢支港聯隊嘅表現係幾好，譬如米基爾個罰球中尾啊，咁啊阿即係謝嘉榮個連環咁啊個地波撲救啊，葉鴻輝亦都有好表現啊，等等啦嚇，咁啊即係李毅海啊，咁啊李斯啊咁啊呢、這個我都見到佢啊，即係帶住嗰個啊咁啊坐佢應該係不過可能唔止一個係咁啦嚇，咁啊即係美斯嘅面具一刀啊。咁啊，唔係直輸都唔出奇嘅。嗱，即係頭先除咗講串翻你嘅，啊，咁啊都即係幾好笑。好啦，咁啊呢個就係陳廷欣啦。咁啊，佢違反商品説明條例。咁啊，今日都幾多名人啦，即係頭先除咗講咁啊，被鏡頭見到捕捉嘅李澤楷啊，咁啊，我問啦，亦都有球迷就話：喂，見到佢嘅圖啊？咁啊，堆球迷啊，咁樣大叫回水，咁啊，現場都有曾俊華同埋曾蔭權嘅。咁啊，曾俊華佢就話啦，咁啊，即係都有受訪問啦，亦都有球迷就話：喂，起碼和一半先啦，好嘥錢啊！咁啊，曾俊華就理解球迷心情，唔係啊，胡蘇珍可以點樣講啫？嚇，同埋阿煲胎珍佢呢兩個。动事务委员会亦都会召开会议，商讨今次事件，即系立法会都会开会就嚟倾喎。啊，大佬万人迷啊，唔系万人靴啊，佢大佬失望高呼回水啊！佢呢度啊，咁啊，然后碧咸啊就想一齐搞咩搞退赛咯、啊。